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自 Port Madden， 然后来做一个 trail。这儿有个河，这儿好多鸭子，我知道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Port Madden 了，就从这儿进来。这个地很神奇，像小山坡一样。这个小河，我们现在的这边还是欠车，一直往这边走，会到 City Center。他们有的特别多，就是特别多的一些鸟，就是一些白色的鸟，一个是 seagull。